一起案件的因果关系，常常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无论多么强大、多么无懈可击的逻辑链条，总会有它最薄弱的一环。事实，如果缺乏事实的支撑，再严密的分析和推理也意味着误导，意味着走入歧途。而事实呢，往往又会被假象和谎言层层包裹，衍生出很多种可能。 甚至让人判断不清究竟什么才是真相。每一起案件都隐藏着多种可能，每一种可能都指向了不同结论。应该相信他们中的哪一个？这样的搜索行动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侦查员试图找到一名中年男子的踪迹。 失踪男子名叫陈九才，已经消失了3个多月。就像拉大网的时候，每一寸土地、每一寸土地的走。山里面有没有新土翻动的痕迹？只有新土翻动，这才能有埋的可能。距离他失踪的时间特别长，也下过几场大雨，所以我们在疏散的过程中没有所获。 长时间的杳无音信，让整个失踪事件笼罩在一种未知的疑云之中。可是，搜山无果，陈九才依旧下落不明。所有的推测是否成立呢？因为3月份到5月份的这个天气变化一早要发生明显变化的。从这个长袖换到短袖这种衣服，他正常来说应该是回家拿衣服的。这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情况好像不太好，因为这个人这么长时间。 联系他手机，这时手机已经无法接通了。失踪者陈九才最后一次露面是在2015年3月30日，3月31日，陈九才的手机还能拨通。他这个电话呢，就是当天呢也有通话，第二天呢就是31号那天呢，这个电话呢也有通话。他都告诉我，他说的这两天要去上东港去干活，完我也寻思就能干活了呢。 我就没在乎，也没打电话，也没通，就寻思就没干没。2015年3月30日，失踪者陈九才出现的最后一天，要查清楚他的踪迹，首先需要弄清楚这一天陈九才都去了哪里呢？这就是陈九才家。当天下午4点半左右，陈九才从家里出来，骑摩托车往他姐家去。 当时啊，周围有老百姓就看到他了，骑摩托走的时候。从陈九才家到他姐姐家并不远，骑摩托车大约半个小时。下午要去姐姐家这件事，在他的妻子那里也得到了印证。上他们姐家的时候，他又给5点多钟又给打了个电话。从时间上推测，陈九才出门后并没有去其他地方。 而是直接到了他姐姐家。他来姐姐家干什么呢？之后又去了哪里呢？这就是陈九才他姐姐。陈九才从4点半左右骑摩托车，大约快5点的时候到他姐姐。他姐看他进院儿，问他你要干什么？他说我要一只羊羔。他姐说行，明天给你准备。然后他姐一看他又转身要走，问他你要干什么去？他说我去喝酒去了。紧接着骑摩托车就走了。 陈九才当时只是说自己要去喝酒，可是并没有说去谁家。那么他究竟和谁在一起喝酒呢？这个人是否知道陈九才的下落？他姐就是说，那你喝酒，你早点回家。结果晚上的时候，他姐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你呢，我在外面喝酒呢，喝完了我就回去。那时候舌头就有点发白了。 就说的我喝多了，姐，我喝大了，就这么事儿。完了，俺姐告诉我说你不用找电话了，说的他喝大了。在电话里，陈九才显然已经喝多了，可是这并没有引起家人的重视，因为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我等我一看9点了都没回来，我就给打电话，痛了就给我摁死了，痛了就给我摁死了。
但是呢，我寻思我就睡觉，我就没在乎。我寻思等半夜回来，等我一天亮没回来，那我姐又给我打电话说问他回没回来，我说没有啊。至此之后，陈九才再也没有回家。家属提供的失踪第二天，他还有通话，所以我们觉得确实是可能是因为某些原因他离开了。这些人均反映就是电话都是通的，都已经接通了，但是里面没有说话的声音。陈九才的妻子说，一开始她以为丈夫可能是外出打工，因为此前陈九才也提过此事。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愈发觉得蹊跷，再加之电话从可以接通变成了无法接通，一种不祥的预感变得越发沉重。他之前有过一段时间，就是一走可能是走一个星期啊，或者是十几天啊，就不回家，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失去联络，并且一早没有发生变化的话，这个有点反常。显然这样一次毫无征兆的突然失踪并不简单，陈九才极有可能在酩酊大醉之后遭遇了什么意外。为了了解陈九才的社会关系，侦查员加大排查范围。那个陈九才这个人怎么样？有时候出去赌钱，带着不少钱。他出去赌钱欠钱的时候，有没有说欠钱好几天不回家这种时候？有，经常的。经常不回家。对。因为拖欠赌债，陈九才经常不回家。知情人的这一说法，让失踪之谜似乎有了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答案。这一次，陈九才可能又跑出去躲债了。但就算是这样，还是存在很多疑问。在神秘消失的这段时间里，陈九才从不和家人联系，电话也无法接通。即使是躲债，也用不着这样密不透风。作为最亲近的人，他的妻子怎么一点都不担心？虽然到最后，他还是向警方报了案，但是要知道，这可是在长达三个多月之后的事。是什么原因让陈九才的妻子居然这么镇定？一种可能，夫妻感情淡漠，互不关心；另一种可能，他非常清楚，陈九才再也不会回来了，因为正是他亲手制造了陈九才的失踪。有时候出去赌钱，带着不少钱。陈九才好赌，这一点人所共知。而一个赌徒的妻子会有多么痛苦，对丈夫有多少仇恨，恐怕不需要太多的想象。所以，以下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事发当晚，陈九才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中，因欠外人赌债和妻子发生了剧烈的争吵，然后在酒精的作用下沉沉的睡去。看着不省人事的陈九才，怀着一肚子怨恨的妻子彻底丧失了理智，对着睡梦中的丈夫，他下手了。不，真实的情况可能不是这样。无论是否具备作案动机，一个身单力薄的女子想要完成这一切而又不惊动周围的邻居，也不留下任何痕迹，这几乎是做不到的。从警方掌握的情况来看，陈有才的妻子并没有什么可靠的帮手来助他一臂之力，所以他作案的嫌疑并不充分。那么谁还具有加害陈有才的动机？是那些被拖欠赌债而恼羞成怒的债主吗？之前欠别人钱呢，也是这个大体上都还清了。
再就是一些很小的，他也不准备还的那种。就是同村的一个村民啊，他就是陈九才欠这个同村村民900多元钱，他俩呢这个钱欠的时间能长一些，然后这个人呢经常找他要这个钱。调查得知，就在陈九才失踪前不久，曾因这900元钱欠款和同村村民小李发生过激烈冲突。陈九才呢，就是也扬言，就是我要不还钱，你能把我怎么的？然后这个人说，你要不还我钱，我肯定不能让你好过。然后他当时因为情绪比较激动，还持刀然后将自己砍伤了。这场冲突最终因为警方的介入才得以平息。小李会因此怀恨在心吗？进而选择在陈九才醉酒后施以报复？我感觉这个人可不可能把他就是打坏了，或者是打伤、打坏、打死啊，就是藏匿起来。很快，侦查员的调查就否定了这一推测。陈九才失踪这段时间，他好像不在丹东市内，就是他是也是拉这种就是接一些小活，我给谁出趟车，挣些劳务费这样似的。我们也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证据，时间和地点把这个人排除掉了。至此，调查又回到了原点。事发当天，陈九才在与别人喝酒之后神秘消失。那么陈九才究竟在哪里喝酒？这个最后和陈九才一起喝酒的人会知道他的下落吗？对此，陈九才的妻子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俺就那天走古城的一下走的，这不就看到我摩托车了吗？俺家孩子说妈，那不你摩托车吗？俺俩就下去了，下去一看，是我觉得就不对劲。陈九才失踪当天骑的摩托车居然出现在附近的一个村口，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才会把摩托车停到这里不闻不问呢？很快，侦查员就调查出了结果。3月30号下午5点半左右，陈九才啊骑着摩托车从家，到这家邻居家，然后把车停在这个院里。当时到邻居有人在这门口问他，要上哪去？他说他要往前面那个去喝酒去，顺着这条道往前走。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到头是村民徐金泉家。徐金泉和陈九才关系一直不错，如果陈九才把摩托车停到了这里，会不会就是到徐金泉家喝酒呢？对此，徐家人并不否认。那天俺们总是在俺家喝完酒，30号那天晚上总是在俺家喝完酒，喝完酒这个我再就没接着过。当时他说啊，他喝完酒就走了，啊，就也没多说什么。看来事发那天，目前已知的最后接触过陈九才的人，是当晚和他一起喝酒的徐金泉夫妇。那么，这个徐金泉是什么人？他是瓦匠不是吗？俺家乡里当理工，就干了不少活，干了好几张活。你也没说了，动不动骑摩托车上俺家还打个麻将，他动不动自己有空骑车就过去玩。原来徐金泉和陈九才经常一起接活，这才慢慢熟悉起来。闲暇之余，两个人就会一起喝酒打牌。在旁人眼里，徐金泉性格温和，从不惹事。俺家二新哥，性格挺好。那你这徐金泉平常是属于什么样的人？挺好，挺老实的，乐于助人的，连说话声音都非常小，性格上比较懦弱的那一个人。徐金泉说，3月30日晚上，陈九才来家里喝酒，喝到一半，妻子就去打麻将了。之后不久，陈九才就喝多了，甚至醉到无法骑摩托车回家的地步。喝酒半夜打车就走了。他就那么告，说是上哪公司的，怎么出车走了。调查至此，陈九才失踪当天的行踪基本明朗。至于陈九才最终去了哪里，徐金泉似乎也说不清楚。你要
知道你就告我一声，我要听到这声音，管他是和谁过是和和物的，我说那你告我听到声音没死就行啊，我说俺们就是都这么说的。陈九才在事发那晚的去向终于有了一个相对明确的说法。根据他的好朋友徐金泉向警方的描述，现在我们大致能够知道，事发当天，也就是三月三十日下午5:30左右，陈九才来到徐家，与徐金泉夫妇一起喝酒，一直喝到晚上9点。因为醉酒骑不了摩托，陈九才才打电话招来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在夜色中乘车远去。从这之后，就再也没有谁能联系上陈九才。不，等等，我们差点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第二天，也就是3月31日，曾经有一个人打通过陈有才的电话，这个人就是徐军权的妻子吕燕。我们先来听听，在接受警方调查的时候，吕燕是怎么回忆她跟陈九才的那次通话的。他说那个，我问他，我说那个，我就打电话他姐姐，我说咋他说在家了，我这说话声音不对，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感冒了，我还问，我说你感冒了？他说不是，我昨天晚上喝酒喝的。完了，谁？陈九才姐的呀，陈九才姐的电话呀。如果吕燕回忆的没有错误，这就证明至少在失踪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31日，陈九才还活着。只不过他表现得比较反常，不但他的语气含混，口齿不清，还谎称就在自己家里。陈九才为什么撒谎？前一晚他乘出租车究竟去了什么地方？现在必须立刻找到当晚接走陈九才的出租车司机。很快，警方找到了事发当晚接到陈九才电话的那名出租车司机。我们去了解这个过程的时候，他说我是接了个电话，但我并没有去拉他，我并没有到这个徐金泉家去接他，然后没有这回事儿，就把这个就是徐金泉这个话给否定了。徐金泉说谎，这是侦查员的第一反应。紧接着，大伙儿的脑海里浮出一个巨大的问号：徐金泉为何要说谎呢？他在隐藏什么呢？现在，最为合理的假设是陈九才在徐金泉家遭遇不测。徐金泉为了掩盖罪行编造谎言，可众人眼中的徐金泉不像是能做出这种事的人，更何况他为何要对陈九才下手呢？这能说得通吗？侦查员就徐陈二人社会关系展开调查。我们把陈九才的通话记录重新调取以后，发现这个疑点也确实有问题，因为陈九才跟吕燕之间的通话时间特别频繁，分别调取了他们的住宿记录，发现两个人在多次啊，在同一个宾馆、同一个房间共同开过房。原来徐金泉的妻子吕燕和陈九才之间有不轨的行为，对此徐金泉的母亲也听到过周围人的闲言碎语。俺家媳妇儿和俺家和那个老小两个哈，就等于打麻将桌上可怎么样，怎么甚至都被俺二哈都侮辱到怎么样？一到吃饭的时候哈，老小啥媳妇跟前就说，说今天晚上吃什么呗？回家买点什么呗？都这样事儿。实际上，徐金泉和妻子吕燕都是二婚，两个人结婚十几年，感情一直不好。而徐金泉和前妻所生的儿子又一直麻烦不断。他父亲的人主要的所有的钱主要是干嘛，都是替他儿子还债了。他儿子在外面可能欠了可能有个十几万。俺家孙子拿了一屁股债，整个给俺家孙子还几个。你不管在哪干活，不等他那个到时候干完活不中哈，人家就去把钱就给要出去了。哎，俺家媳妇儿，你反正，这个嘛，二三年没捞钱花，
也没给他钱，也别怨，他说谢谢话也别怨，就怨你。经济上的拮据，再加之儿子的不争气，在吕燕面前，徐金泉一直直不起腰板。对于妻子吕燕的出轨，徐金泉应该早就有所察觉。周围人的指指点点，让徐金泉越来越不堪忍受，因而萌生歹意。这个推测看似最符合现状。那么当天晚上，徐金泉要在家中对陈九才下手，家里应该会留下痕迹。我们就把这个徐金泉和那个他的妻子吕燕啊一起这个传唤到我们公安机关，然后我们那个对他家进行了一个现场勘查。勘查的过程啊，包括我们前期的搜查，这个他家那个存放这个农具的仓库，放这个那个肥料化粪池，我们都翻了。因为他家比较杂乱，就是这个屋子里面就是比较凌乱啊，什么被啊，什么吃饭的地方，就是很乱很乱，你看不出来这个房间里面到底是有什么很搏斗的痕迹啊。杂乱的现场似乎找不到头绪，但是勘查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我们通过侧面观察来看，他家这个墙上明显有涂料涂过的痕迹，而且是新涂过的。应该是很新，和周围的墙面对比，明显很白，啊，很不寻常的一块。这次调查距离陈九才失踪已经两个多月的时间了，而墙面上的涂料跟这个时间也极度吻合。啊，然后我们就怀疑了，怀疑之后，然后可能是不是当时应该是有血迹奔到这个墙上，然后他给涂过了呢？徐金泉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选择在案发的这段时间粉刷墙面，而且只粉刷这一面墙？他是想掩盖什么痕迹吗？警方的推断是，在这个房间里一定发生过激烈的打斗，最终结果陈九才遇害。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在事发当晚陈九才神秘失踪的真相是这样：下午5:30，按照约定，陈九才来到徐金泉家喝酒，他和往常一样的毫无防备，却不知道徐金泉早就心生歹念。不对，陈九才比徐金泉高了将近10厘米，身材也魁梧很多，如果动起手来，倒下的只有徐金泉。要么就是徐金泉先把陈有才灌醉，趁他不省人事的时候下手。也不对，据知情人士说，陈九才的酒量远远胜过徐金泉，总的来说徐金泉很可能有帮手。难道是夫妻二人一起杀害了陈九才？以吕燕跟陈九才的关系来判断，应该不会。那么徐金泉究竟使用了怎样的手段？警方想到了一种可能。那有没有可能是说用其他辅助性的这个药物啊，就有可能是安眠药啊，然后把他杀害了。徐金泉买过这类药物吗？在陈九才失踪3个多月后，案件逐渐明朗起来。2015年7月7日，通过大量走访，侦查员找到了那家开过类似药物的诊所。大概这个开药的人长什么样？50-60岁的。啊。圆脸。圆脸，属于什么类型的药？它属于是镇静催眠药。就是属于安眠药呗。对。那这个药和酒放在一块儿，然后会有什么效果？酒肯定能加速它的起效作用，起效时间。大概多长时间能起效呢？正常一般来说都是半个小时左右。半个小时就能起效的。啊。经过调查，
这个前来开药的女性就是徐金泉的邻居，她曾受徐金泉之托帮忙购买这种药物。当时他说没说他找你买的药是干什么用的？说他父母睡不着觉。那当时就是他一共找你买了多少这个药？600。药物、作案时间、作案动机，仅凭这些就能断定徐金泉是凶手吗？对于警方而言，没有找到陈九才的尸体，就不能确定他已经被害。在徐金泉家附近，侦查员展开地毯式搜索。方圆5公里的地方，我们又勘察了一下，也没有发现。最后还是把这个抛尸地点锁定他家那个公路对面的一个这个小那个河沟岸渠里。别急了，等会儿啊，好的。来，侦查员先进啊。等会儿，您别说话啊。其他的地面水泥地面都是非常光滑平，就是比较平整的，就是唯独就是这一块的就有一小块，在这个土和水泥接缝这个地方呢，有一块水泥呢顶上有脚印儿，水泥印儿啊，对，这个完整。拿那个什么玩意儿？拿石膏锡啊，石膏锡不行，它围不住吧？围不住啊。踩一下石膏，先造，加泥石造，造完了，啊。而且都是应该是新凝固的，我们就针对这个足迹啊进行了提取，后来在徐金泉那个家里搜查的时候，比对了一些他的这个所穿的这个鞋。发现这个大小和花纹啊都是比较那个相同的。警方将这块新凝固的水泥石板挖开，大约半米深后有了重要发现。经鉴定，死者就是陈九才。这里应该不是这个第一案发现场，所以我们还是那个锁定这个第一案发现场应该是在徐金泉的家里。这些发现足以证明陈九才是在饮用掺有药物的酒后被人杀害。在徐金泉家，警方再次进行现场勘查。我们把墙皮都刮起来了，然后发现在这个新粉刷的那个墙皮下，然后有大量的那个喷射性血迹，就是那个在炕头的那个墙上吧。这个屋子里面其中有一个编织袋，编织袋里面有一床被，我们把这个被拿出来以后，把被套拆掉以后，发现在这个被里面里衬的这个棉花上有类似血迹的这么一条沾染的这么一块。同时，在徐金泉家，警方还找到了作案工具。案件至此真相大白，徐金泉因为陈九才和妻子吕燕的私情而怀恨在心，萌生歹意。村里就是比较流传比较快，很快就流传到他的耳朵里面，他也感觉自己就是活得挺憋屈的。就是说想报复这种故意招人啊，揍他一顿，解气，自己也打不过他。知道硬拼不过，徐金泉就想到在酒后好好教训一下对方。于是他约陈九才来家里喝酒。案发当天下午5点左右，徐金泉再次打通陈九才的电话，在确认他晚上一定会过来之后，徐金泉就开始做准备。之后我去上马跟前的小店，老总小店买了1斤白酒，三口买了4瓶啤酒。走到半道家门口，我捡个小石头，把米饭弄了6片，自己倒了白酒里头，
对头拿回家搞搞点汤。嗯。过不一会儿，陈先生来了。因为他也想了，啤酒是开瓶起，不可能放这个安眠药，只有白酒提前开把瓶开开，放入安眠药，这样式的才能用白酒加速它这种这个酒精的和这个药物的作用，让它进入昏迷状态。几杯酒下肚，也许是药物的作用，陈九才已经有些醉意了。爸，我给他倒半碗酒。喝完半碗酒，挂一声啊，宝贝儿，过来倒酒。阿奇就过去了，过去倒给他倒半碗酒。话里话外之间也埋汰他，说你看你媳妇和我关系也不错。也用这个言已经刺激一个男人嘛，很正常的，谁不愿意被戴上绿帽子？他说这话，我在我心里又这么记了一下。徐金泉说，陈九才的肆无忌惮让他产生了恶念。把妻子吕燕支开后不久，他发现陈九才醉得不省人事。徐金泉将所有的嫉恨全部发泄在这个毫无抵抗力的陈九才身上。为了制造陈九才活着的迹象，第二天徐金泉用陈九才的手机拨打了几个电话，但是不敢说话。这个时候妻子吕燕还打来电话。我说你呢？他说我在查。我说你过来上他吃饭。他说我不去。他说你刚打电话不是用自己本来的手机吗？不是，我特意是让谁有才的同学吗？对，我跟我打电话，他说不对劲儿，我说他说好，我说你怎么这么个声音？他说我在家，我怎么了？在电话里，徐金泉模仿着陈九才的声音，可是妻子吕燕却丝毫没有察觉。直到案发后几天，吕燕一直无法联系上陈九才。才回想到这通奇怪的电话。徐金泉把所有事实全盘托出后，吕燕并没有报警，而是选择帮忙隐瞒。吕二也是因为毕竟觉得我这个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暴露了，我也想维持家庭的正常生活。徐金泉是家中唯一的儿子，在被警方带走后，年迈的父亲由于承受不了刺激而病逝，家中唯一的老房子也变卖了，用来赔偿死者家属。现在70多岁的母亲寄居在女儿家中。不知道怎么样，我活还有什么希望？一点希望都没有，一无所有了。为他整个，我跟他八大三间房子没有了。而死者陈九才家中还在读大学的儿子，因为担心母亲一个人，所以弃学回家，两个家庭的命运就此改变。咱们家后院哈开庭的时候，孩子进不去看不着他爸，搁外边哭哈，俺娘俩也心酸。2016年2月24日，徐金泉因故意杀人罪被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一段出轨的感情，一个不该有的结局。对于徐金泉而言，家境原本就不幸福，加之儿子又不争气，这让他在家里的地位岌岌可危。这个时候陈九才的出现让矛盾彻底的爆发。同时对于陈九才而言，原本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也因此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洁身自好，信守承诺，这是我们应该持有的婚恋观。